欢迎，我们先打上伞吧。欢迎井柏然，欢迎易烊千玺啊！我们看到了悉尼所有热爱电影人的热情，再来一波欢呼声。二位现在在大荧幕上看到你们越来越多的刻画入木三分的角色哈，我想问一下，没事没关系，没事很高兴。电影现在在你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？于你而言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地位是什么，但是如果不拍电影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我明白了，听出他的分量，谢谢。就是非常重要。非常之重要，我们也看到二位在电影的这个作品里面成绩里面也是越来越好，今天也有非常多的青年导演，有没有期待会有合作的可能？当然期待，当然。好的，再次谢谢二位，我们也期待着你们更优秀的作品，来有请二位。